我们就从这个赛制开始。今天有人一开始把我们聚在一起，然后突然之间就说：“哎，拜拜，回去。”其实那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。知道这个赛制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我替他们捏把冷汗，因为他们根本就还没有玩，我就已经觉得：“哦，天哪，要淘汰！”如果是我，我觉得我真的一定是会哭。艾美诺美白修护霜，综艺玩很大。